昨天让你带回去的醋醋醋酱猪脚醋，猪脚醋，猪脚醋哦哈。哎，妈昨天让你带回去的醋醋醋猪脚醋，猪脚醋。你明知道我不可能不管我爸爸，那我们就算了。你就不能跟他抬我一点点吗？好，好，谢谢。对啊，你自己说，要我还是要你爸爸？你明知道我不可能，我不管我爸爸这个。都打了。OK， 好，来吧，来，好，去不喽？好，喽。你自己说，要我还是要你爸爸？你明知道我不可能，我不管我爸爸。介绍你认识，这是我们新聘请的专业摄影师苏孝义，他是我们的专业化妆师宋星星。Sorry， 是你，我忘记讲了，对不起。这么好的女孩子都不知道你在考虑什么，就说这次吧，他就把他以身相许，他以身相许，他，你的婚事呢，一切由我包办，你就不用操心了。我看啊，最困难的就是继续讲那下面的一句台词。华人婚礼不是不是，首先我们要去订那个什么，先注册个。你的婚礼一切由我包办，你呢就不用操心了。首先啊，第一件事情呢，我们得申请呢你的这个。Oh, no, no, no.